基本上看这个吼，很漂亮的陶瓷刀礼盒哈，它有两款。现在这么看这个是有菜刀啦，有水果刀啦哈，还有一个烤鸡的刀啊哈。那另外一边这里哈啊，除了青花瓷一样哈，还有另外的花样。我们来看这一组哈，有没有？我看到哈，这组呢啊，就是本身呢有含着筷子啦哈，藤丝啊啦，啊这个刨刀啦哈，水果刀，还有菜刀两种哈，非常好。